鱼饵跟他哦，鱼很快，鱼饵可以拉很快啊！哇，我们的运气太好了，抢到钓不到，我不会钓鱼，鱼嘞，啊，我还都没有啊。两只，你掉了两只，傻眼了，结束了，傻眼了，连掉两只，这里是我们的，好猛，太猛了，太会了吧，我掉到鹦鹉螺壳，掉出来，哇，更猛更猛，你知道小雨的钓鱼法是，河豚好能钓，那我先钓一个鱼饵钓竿好了，好猛哦。钓把生利品放进去吗？真的很猛，放进去吧。可可豆队，看看我们钓哪些东西啊？哇塞，你们的好猛哦！哇，你们的好厉害哦！鱼饵安耐久三的，耐久三个安，你们都没有安。我们在对你们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你知道这样子比数2-1，嗯，我们领先。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个很巨大的优势。哎呦，好，什么？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要在这里，嗯，相扑，相扑什么东西的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啊？用点子 C， 用点子 C 也没有用啊？什么点子？点子怎么有用？还是他在那个？好，我们在跑啊！好，在跑啊！上面上面有啊，上面出现了，哎，上面有了，怎么没有把我们带进去？嗯，我们要正义猫猫 UHC 杯啊！哇塞，满足妈妈的愿望，完了。哎，但是有规定，我们前20分钟不要互打，然后呢，前10分钟刚刚获胜的队伍拥有正义猫猫这个区域的资源，好爽哦！这个超巨大，哇塞！游戏过程当中，如果你还是有发现箱子的话，就是里面有东西，就是很明显是我们生存留下来的话，就是不要拿。嗯，哦，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打掉了，好吧？但是公会的东西，你想要猜都可以猜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那前十分钟是我们巧巧队可以来这里，嗯，那后对晚上的那10分钟，第二个10分钟就11到20分就可以换你们来。哇塞，对，但是也晚上了，很可怕，这个东西不得了，好可怕，东西都被拿差不多了吧？对啊，主要应该就是附魔台都拆掉了，但是有铁簪啊、书柜啊之类的，嗯。就把大家那等一来就空了吧？好，所以说一开始的比赛也是很重要的哦。嗯，他这个分队跟我们现在的血量，就是都可以吗？阿基？可能还是要用他的队伍好了。用他的队伍，好，那我们自己选。啊，哎呦，重置了，重置了，真正有嘞，真正有了，有的。那我们要有没有橘橘的？哎呦，金色队伍啊！金色狂风啊！金色狂风！还有吗？蓝色蜘蛛网？要不要我们玩蓝色蜘蛛网啊？来呀！我们可以选紫色啊！来呀！紫紫的蓝色啊！选你们紫色屁孩队要吗？我操！你又不是这个紫色屁孩队。你的象征不就是紫色吗？所以要什么 Moco 决定？你们什么 Moco 决定？看你们决定。我蓝色啊，蓝色。蓝色哪一个？这个这么想要蓝色？这个点不了。好，来要点告示牌吗 ？Moco 没点。耶！所以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我想一下。对，刚刚队伍名称还不错啊。金色狂风是什么？好中二哦！是不行啊，小雨在这里不行啊！什么？我懂了，东西了。我们白痴啊！我也是天使猫猫队队长，邪恶猫猫队。我怎么听不懂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懂哎。最后再说，最后再说，这个太母汤了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这个是20年前的东西，天使猫猫，邪恶猫猫，邪恶猫猫，剑说，
箭说就会说到中间吗？名字好长哦。哎呦喂啊！白痴哦，五汤狗，超五汤。哎呦！我刚刚去 Google 一下哦。哎、欸，那个对，有人问那个烽火台啊，那个所以是还是会开着的吗？还是会开着啊。所以那边可以去、哦、可以去偷回血，可以回血啊、哦！那群牛还恶心、哦，等一下就会被拆掉，哦、他们就把它存完血就拆掉。那群牛好像电视的雪花，可爱。电视的雪花，对啊，你说他在拖吗？对啊。那我们就是比一个小时哦。好，好，好，看一下哦，电说，所以最后会说到肉球这里。好好，那四十分钟后会清怪跟开始说圈。好，好，五十分钟，对，啊，五十分钟会玩家发光。好，好，六十分钟就限高限地了。好低，哦，这么快，好限高。我再下去看一下。我刚刚下去到底要干嘛？原来是这样。想到了，想到了。五五到六五，好，五五到六五，这边这边是六四六五，那下面水下就可以来打，好，而且这是水中还有那个海灵核心，好，哦，游泳会变快，对，而且就不会那个溺死，嗯，好，好，然后要稍微小心一下同队伤害哦，好，同队伤害，同队伤害，太棒了，是假的，难免会有一些状况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嗯，那一开始。只有我们邪恶猫猫可以拥有这个工会的资源，嗯，好，包含到那个哦，那些建筑都算哦，嗯，全部建筑吗？对，都算啊。那过了十分钟之后，我们就可能在下地底，就至少地表不会出现。好，嗯，好，你们就会下去哦，好，就不会在这里。对，那第一天前二十分钟都不能互打，嗯，至少让你玩个二十分钟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坏。我可以过程当中，如果妈妈你真的意外死掉，可以考虑使用那个你的天使复活能力。那你说的妈妈会，我不会跑来恶作剧时间，不会，恶作剧太可怕了吧？你要不要累我？我不会，好可怕，只有让你优待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要分开来了，妈妈。所以我整集都有这个能力吗？就一次。就一次啊，好 ，Only one， 好， okay. 再会，拜拜，不不，拜拜，拜拜，这里有哪里可以走啊？哪里可以走？去不了了，完了，记得去梦的房间好了。哦，上面呢？我帮你们拿上去好了啦。好好好，对，不用了。看一下黑点。嗯嗯嗯嗯嗯。嗯，就是他们自己走的，然后上去了。我在这啊，爽！我来等他啦。哎，好了吗？我应该没有拉错队友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你们教我们玩，或提醒我一下。刚刚忘记问，死掉是可以继续讲吗？讲什么？应该就是不能剧透哦。有有有，还要讲，还要讲。新加坡的各位，就一起聊天。好好好好好。好。就比较正式的那个，对，所以也是这个也是会有那种鱼骨挖矿惩罚，不用理他，对，有惩罚，一样有，可以挖 ，OK， 所以我们就不能，哦呦，我们前面不能在那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有十分钟嘛，家里坐标是一千一千，一千一千，好，那就差不多快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往那边移动了。对啊，现在是几分？十二点零三，所以我们大概十二分、十一分可以靠近一点。可是我们可以在那边等啊，我们不要进去就好了。可那我们可以趁这时候先收集一点资源吧。对对对，啊，反正很近吧，不是100多的。对啊，哎，其实刚刚我在想说会不会没甘蔗，我看到前面就有甘蔗了。甘蔗啊。家里一堆甘蔗，我们也除非他们把资源都哎没有，那个箱子被清掉了。
贴。可是那个啊，有重的啊，你们就是我做那一件，对对对对，他收东西，他收东西。铁砖不能拿吗？黄金矿物砖，铁矿、黄金砖等工会矿物砖也不要拿。对啊，就矿物的东西不要拿。嗯哼，好啊好啊。有了，甘蔗我拿了。好。甘蔗你拿。好，我们还需要就是去打动物之类的那些。请给我你的木稿。动物哦，可能要看一下。盔甲架哎、欸，可以打盔甲架。那个，可是你打那个要干嘛？等一下，盔甲架可以好玩。盔甲架有些上面有拿东西，我们可以拿吗？上面没有东西吧？没有东西，没有没有啊。工会的盔甲架上面有钻戒、欸，是不是？我们旁边就有盔甲架。那个是空的，那个盔甲架是空的。我说的是工会那边的啊。他们会不会如果可以拿，他们都拿走嘞、欸？哇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哇哇，优势真的蛮大的哎、欸！真的，一开始就有钻戒这样子，这么好，这么的对，坏，这么棒，坏坏。哎、欸，其实工会就在旁边。对啊，其实就在旁边，还蛮近的。我们是不是要去先外面找个像？